大家好，我是 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 NFT 的每个人 Peter 一起赚，带大家看市场上一整个，就是这个 shit coin， 还有这个 shit， 还有这个 shit god shit beast， 这说整个屎系列发生出来的事情啊。好，大家来开始吧。首先，请大家要推的推的重要的，再是 Discord， 然后再是 YouTube。那我们这边 YouTube 的话，都各意见，不是财务分析，也不是财务建议，做好自己研究，碰到风险呢、啊。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Free Finance， Free Finance， 你在那边一看，哎 ，Kublai 在是什么 ？BAYC 啊 ，BAYC 这边开始有量进来哦。然后，哎，我们今天讲小花，小花的部分再来是应该要空投啊。小花它后面要空投的东西，所以大家在那边扫货，就是将来即将小花要空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那如果我们回来看，现在目前市场上最火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所谓的 shitcoin 之类的。哎，开出来给大家看 ，Kublai 之外，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啊 ，shitbase 是什么 ？shitbase 就是这个所谓的 shit god。那 shit god 从哪来的 ？shit god 就是从这个 I will put it NFT。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跟概念呢？你看 I will put it NFT 这个最早跟大家讲说应该是 0.1 左右吧， 0.1 我知道有人在炒 0.2， 但其实6月4号左右的时候是回到 0.03 了。你从 0.2 到 0.03 基本上已经跌了 70% 吧 80% 啊。但是问题在这个 0.03 的地方，这个地方项目方跟大家讲说，嘿，我们如果你有两个这个你有两个 pool 的这个 sheet 的话，那他们其实可以让你去融合啊，融合出来是什么？融合 Shiga 出来啊。那 Shiga 里面又还分两种哦。Shiga 里面有除了普通的，你看这里普通的 Shit 之外，还有这个所谓的 Genesis。哎，给大家看，如果是普通的话，你看这个，如果是 Generation Normal 的话，目前为止大概地板在多少？ 0.3 0.4 啊。如果你是 Genesis 的话，地板应该已经是 1.4 了。所以这个整个来讲的话，这即将成为另外一个新的 IP 啊，这个是有机会的、啊。那我觉得这整个来龙去脉，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好了。顺便，这个我们有在我们的 Discord 里面的朋友讲说，哎，他们刚刚去买了几个 ETH， 然后几分钟之内赚了15%。我就跟大家讲，这个地方是蛮危险，大家千万不要乱买啊。那这个是什么？是 Shitcoin 啊 ，Shitcoin 就刚刚其实才上。在6月6号下午5:30，现在是晚上9:30啊，所以是几个小时之前才刚刚上抹茶交易所、啊。你看，这才刚上抹茶交易所，这个地方不是去追的时候啊。如果大家去追的话，应该是要等他这个看有没有办法回到这里、啊，甚至回到这里才有机会再进场、啊。目前为止是多少？ 0.000， 蛮多个零的哦。1、2、3、4、5、6，6个零，六个零，然后5。像是六个零五啊，这涨了500%了，已经涨5倍了。在这个地方，因为它从这个地方00000008开始进场啊，八这边进场的时候，到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涨5倍了。这个地方大家还是要小心为妙。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好了，最早这个所谓的这个 shit 呢，最早这个 shit 我最早跟大家讲的时候在 0.1 啊，我知道有朋友在 0.1 0.0 几的时候买，在 0.1 0.2 的时候套现走了，但他后来6月4号5号其实这个地方跌回来，大家都是想要哎差不多玩完了，谁知道5号的时候这个地方哎开始出现开始往上涨，那这个目前为止在是在 0.5 哦。这个 I will put it NFT 现在目前为止是 0.5 的地板、欸、哦，哎没有，这地板是 0.6 几 0.67， 我看一下OK， 现在是 0.67 哦，没有 0.5， 现在目前为止是 0.55 刚才这个没有 refresh， 目前 0.055 啊。那你这个 0.55 在这个地方，你看有些是 0.19 买的 0.1 几买的，这如果你说我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去换成 Shiga 的话，其实这个都已经赚了。我们看一下他的 Twitter 讲什么，哎，你看 NFT is just a piece of shit，那我觉得他们后面其实，哎，你看这个东西什么 ？Wait for the cleaner shit head， 这是他们后面的第三代啊。你看第一代其实是 shit， 第二个是就是所谓的 shit god， 然后他们第三代就是很像 Azuki 哦，
有头有脑 有这个角的、啊、很像有角、哦、背后还有刺的，很像人的，这可能是不知道是什么。那你看目前为止这个 shit beast， 这其实就是说 shit god 在占领的整个市场啊。然后还有这个 shit token， shit token 现在目前为止也是很火啊，就是刚才五点半的时候在抹茶在交易所上了，我们就有朋友直接去炒了。带大家来看一下目前为止啊，地板是 0.28， 但 Genesis 刚刚给人看一点几了。我们稍微看一下其他的，我刚刚这边啊、哦，好看一下 Shit God 这有什么新闻呢、啊？17分钟之内，刚才17分钟之前呢、啊、，I tell you to buy the fucking shit 0.02，结果现在人家已经涨到什么地方了？你看。哎呀，我不是叫大家去追啊，我只跟大家讲说目前市场上呢是出现类似这样的 NFT 啊，我觉得它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嘲讽的 NFT， 它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算是卖狗屎啊，我卖屎我也可以做得很好，我可以让大家赚很多钱，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市场上之前的 NFT 就是大家都乱弄啊，并不是代表说我艺术风格一定要很棒很漂亮或干嘛，我只要后面的团队有办法做得非常好，我就有办法赚钱。那你看23个小时之前他们这 Shitcoin 的话其实是一点，这有多少 Shitcoin？ 100万 亿哦，50个 billion， 500亿啊，500亿的 Shitcoin 值2亿。你看他这边一直在讲说 Shitcoin， 我觉得这 Shitcoin 他这个风格哦，第一，我觉得他的风格是直接承接的 Goblin 啊，是类似 Goblin 这样子丑丑的，然后有一点点这样子嘲讽。第一，第二，因为我们知道 Goblin 最早这个 shit 是从 Goblin 的 support，Goblin support 这个 shit 出来啊，然后结果 shit 他自己现在就生成了第二代的 shit god， 那现在等于是即将要出的现在第三代的 shit， 所谓 shit god 之外的，我们刚看这个，这有可能是有第三代啊，大家在等啊，所谓的 shit hat，clean 的 shit hat 是在进化成另外一个这个有角的，那现在变成怎么样？市场上是一个在追捧啊。如果我们来看 campus 来看，这边有一些大户进来扫、啊、一天之内原本已经96只持续扫39、61、欸、持续扫、欸、一天之内持续扫代表什么？代表这帮人后面其实对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 support 的，这个绝对不是一些 vote， 这全部都是个人、啊、那如果我们看一下 Kanye 可以看出过去7天1200亿，过去24小时就1100亿，所以过去1小时其实才开始飙起来的、啊，那这个其实 0.385 就是不是 Genesis 是 1.4 级、啊、你看这边有两条线，如果你看6月6号今天 0.3 级的时候，那他们这个地方出来的时候掉到 0.03 目前为止持续往上走，如果是 Genesis 又回到 0.45， 没有普通 non-Genesis 你回到 0.45， Genesis 这边已经上 1.4 了，你看如果你看这个 Genesis 已经上 1.4，这边一直是成交啊，成交大概是 0.4 左右啊， Genesis 0.35 啊，他们 Genesis 就有点像猴子啊，那我不是 Genesis 就可能就会变成是像 Mutant， 那我觉得他们后面其实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玩法就是他们想告诉别人一个说法，我不管我的 IP 长什么样子，我再丑都没关系，只要我的团队做事情速度快，那我一整套他其实全部都做好，他一个这样跟着发，第一个先有屎，第二个然后他有一个 God， 然后再有 B， 然后再来他有第三代，他整个全部都做好了，所以当大家说哎，我一有这个东西之后呢，后面一直有新闻一直出来，他一波炒上去，因为目前为止现在市场上其实没有其他的热点啊，所以如果你只要稍微做的还可以的话，基本上很容易受到市场上的追捧啊。虽然他的蓝筹比例只有不到 10%， 但是你看主要是什么 Goblin 啊，还有一些无聊猴帝，你看这边我就不带大家看后面，这些大部分都是一些私有的这个私人收藏家，刚带大家看一下市场上这整个 shit 的部分，让大家稍微有个印象，让大家觉得这个项目或者是这个视频带给价值观的推荐，加入 Discord 订阅按头，谢谢大家，谢谢，拜拜。